抬脚，抬脚，这里边也脏着了。小伙子，你嘛时候学会喝脏子了？我活大半辈子了，手头啊还没有个收错呢。来天，你闲下来给我刻个收错啊。我这跟你说话呢。哎呀，有一件事儿我老也不明白。当年你离开贝勒府，为嘛不跟我们年运一事儿呢？你走了以后啊，我哭好几宿，我好久睡不着觉。有人说你下南洋了，有人说你被绑票了，还有人说，哎，你被欠债状的小妖精拐跑了。那小妖精长不赖，小果子，叫我什么？小果子呀。王爷，以后我屋子的东西不准乱动。马世超该棺材，成人了你。哟，格格，出去了。首席检察官，不要再叫我格格了。我叫惯了，叫惯了。这儿这么好，不和公子一起出去转转？啊，哎。狗哥，给检察官沏壶茶。嗨，啊哈！我这小，哎，嘛玩意儿？检察长，您趁这儿喝吧。我习惯喝龙井。嘛玩意儿？龙井，好好啊，龙井。爸，爸，天津卫三中堡鼓楼炮台铃铛阁，这鼓楼我看过了，铃铛阁在哪？不是阁，天津人说镐，铃的镐。镐，高镐镐，铃铛镐。别乱跑了啊！慢点走。到东巷子喽！哎，季先生，我让你打听的事儿，你打听了吗？哦，您是说隔壁那户大宅子啊？我打听过了，那户人家姓季。这老头子过去曾经当过督军，有两个儿子，这一个儿子已经死了，另外一个儿子啊，我是问他们家跟日本人有关系没有？有有有，这日本高军曾经出入季府，请老头子出山。哎，亚秋，我一直在找他，你这是从哪里变出来的？不告诉你。这几天我问你婴儿枕在哪里，你不跟我说啊？啊，我还以为被贼偷了呢。老佛爷赏我爷爷的，谁敢偷？嘿，你告诉我啊，你快告诉我。你别闹了。你快告诉我啊！别闹了。哎呀，晚了！你星期天要上班啊？接受的事太忙了，哪有星期天啊？今天三班都有事，嗯。哎，你等等，
好了没，我的好太太？来这个。嗯，可以了吗？嗯，一个大特派员的哪能穿得不像样啊？哎呀，我又不是大明星，可以了吗？哎，等等，坐下，坐下。哇呀，哼，八家洋行的。你以前那些不都是八家店做的吗？嗯。来。哇。嗯。试试看。嗯。八家的鞋就是舒服。真的挺舒服的。起来坐坐看。哎。坐给我看看。舒服吗？真的很舒服啊。你坐下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呦，若冰，爸呀，你太帅了！来来来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哎，真帅嘿！我说妈，你把爸打扮成这样，就不怕别的女人把他给抢走了呀？抢走更好，省得我天天伺候他。好了，你们俩慢慢谈啊，我去上班了啊。哎哎哎哎，过来过来，阿姨您坐下，快坐下。您上次答应我的事儿什么时候兑现啊？我答应你什么事了？呵，装傻是不是？别忘了我们俩是拉过钩的。哦，对了，我答应送我女儿一匹马，嗯，白色的，对吧？想起来了吧，若冰啊，你练马不可以啊，你练车可以。哎呀妈，爸可是答应过我的。再说了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怎么能够说话不算数呢？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帮他请一个好的骑师就行了嘛，啊？哎呦，那些骑师都是赛马好手，谁愿意跑来做家庭教师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租界收回了，禁止赛马了，好的骑士多的是，对吧？就是，嗯呀，爸真好哎！看你惯着孩子的。嗯。好了，我要去上班了。嗯。进来。哎，斗哥。啊，老爷，有一位日本客人找您。谁啊？谁找你啊？日伟银行行长。有事不到行里找你，跑家里干嘛？我去看看。有关接收事项已经通知日方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还有件事情我必须向阁下禀告。嗯。在阁下到达天津之前，贵国的战区长官已经从银行接收走了20斤重的大块头的，什么中国话怎么讲？银砖。可得不就走，还来就得的。对，大块的银砖20箱，还有连银券2亿。可得过来走到，不来的。这是他们签字的收据。还有没有什么？没有了。好，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再找你们。哎，再见。这日本点心是孝敬您的，请笑纳。谢谢，不送了。妈，饭好了没？爸，你下班呢？立得很。哎，你等你爸回来一起吃，吃一口，入葱。爸回来了。大姐、二姐，爸
爸回来了。庆祝咱们家大团圆呀！姐，你别管他，人家若聪啊，现在可讲究情调了。哎呦喂，几年不见，这小屁孩真该刮目相看了啊！谁是小屁孩啊？你啊！我乃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是也。乳臭未干吧？喂，又拿若聪寻开心呢？爸，爸，爸，爸爸坐。好，哦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啊？拉拉手。哎，妈妈呢？啊，妈妈，来，我来，小心啊，别晃着了。嗯嗯妈妈坐。哎，若聪，嗯，你看着啊，以后等你成家了，也要像爸爸这样。嗯，必须的。好了好了，吃饭了。对了，若聪啊，客厅有两盒日本糕点，拿过来。哦，好。今儿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接受工作实在是太麻烦了，往后恐怕要开夜车了。今天我刚给我的属下定了10个借条，严守纪律，严惩贪污，对接收回来的物资要点验、注册、查封。嗯，是这个吧？来，大家尝尝日本糕点，日本人造糕点挺有一手的。没事，吃饭。这什么意思？说。刚才今天看了几遍，阿来西，阿来西。为表达对阁下的欢迎之情，鄙人略尽微薄之意。到底什么意思？可在记忆多来几代，花来几代，到底可来几代？区区薄礼不成敬意，请特派员笑纳。不太明白。啊，阿来几代，啊，三零可来几代的，啊，可亲可来几代的，阿来几代，帮开之类的，帮开了不得的，啊的，所以。我知道三菱株式会社、和信株式会社，还有印刷厂、肥皂厂，在贵方大员接收时，我们日本人都要尽一点小小的心意，鄙人按规矩办事，所以把他拿走。嗨，爸爸最喜欢这首歌了，你呢？妈也喜欢。妈妈，好了，你们继续唱吧，爸爸还有大事要办。不行，爸，您不守信用，您给我拉个勾的。爸说的那件大事，就是答应你的那件事，不信你问你妈。他现在就去找梁约翰给你选马去。真的？嗯。好了，拜拜。继儿，这以后啊，我可指望着你好好给我护着他啊！哎，太太，行，你们玩吧。老总，咱有话好好说。我们是奉上级的指示，前来查封逆产。
逆产，懂吗？哥几个，放放！老总，老总，老总，放手！老总，吴三道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擦讽逆产。逆产？对。谁说的？你可以问检察院的过赃官去。吴三道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嘿，放！我看谁敢！这是季府吗？是。鄙人是中统天津特派专员邱维达。季老先生在家吗？季老先生不在，我是季家的少爷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您是季大伟同志的弟弟。您这是令兄，也就是我党忠贞的党员季大伟同志，三年前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，与敌人同归于尽，为国捐躯，上峰特遣兄弟求送来蒋委员长的嘉奖令。来，楼上请。逆产，啊对，啊不不，绝对不是逆产，不是逆产，撤吧。谁？爸，爸，我刚到三不管去玩了，你知道三不管是哪三不管吗？当初那个地方啊，是民不管、官不管、洋人也不管，所以统称为三不管。那个打把式卖艺的可多了，那里有这个说相声的，还有唱膀子腔的，什么都有，好好玩呢。你就知道玩，什么事也干不成。我又怎么样吗？隔壁那老督军的儿子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，当初一颗手榴弹跟日本人同归于尽的，那是蒋委员长通令嘉奖的烈士。你非说人家跟日本人有关系，你将来你可干什么好啊你？爸，那是吴三道说的。这个吴三道，迅速、正确、灵巧。嗯，迅速、正确和灵巧。嗯，我们分三个动作来吧。一，就是左手把缰绳套过马的颈子，然后把后腿啊，就是缰绳拉直，然后用你的 bridle hand， 左手。啊，对对，左手接握两缰。然后右手抓住马的鬃毛，身体向右转，然后把马蹬的外侧转向自己，看到了吗？转向自己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上马，左脚踏上马蹬，蹬地，蹬地以后呢，左腿伸直。那上网的动作要尽力做到迅速正确，然后连贯，明白了吗？可不可以让我试一下呀？干嘛？还好吧？吓死我了！怎么样？吓死我了！没受伤吧？没有没有，我没事没事。Thank you.
那天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什么了？我说我保护你。你说都不是小孩了，谁让你保护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嘛，讨厌。嚯，李继哥，你是什么时候学会骑马的呀？我没交学费，旁听。这，哎，你可小心一点呀。这，膝盖要夹紧马鞍，脚尖朝下，人要往前进，小心一点。哎呀，我说，你总在这屋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，你总得想点办法呀。那海关总署的张署长，那不关两天不就给放了吗？老张的小姨子，他表哥，那是天上飞下来的，咱家行吗？啊，三亲六故加一块儿，没有跟重庆沾上边的。哎，这是保险柜的钥匙，干嘛呀？你拿着，拿着，拿着是。这里啊，刚才我看了看，有点金条，有点现金。有个记账本，把全部家当记得清清楚楚。我要是蹲了监狱呀，你就带着远道高飞，啊！干嘛说你丧气话呀？走走走，出去晒晒太阳去。总在这屋里待着，您老人家这身上都长绿毛了。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，你这呀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小郭子，哎，你看我这嘴，老要叫你小名。郭检察官，刚沏好的龙井，您慢用。今年的新茶，不错，放这吧。嘿，您嘛时候成了品茶的高手了？早年间，您可是连茶叶沫都不买的主啊，净喝我们贝勒爷的茶卤子。在重庆的时候，我们唯一的娱乐就是泡茶馆摆龙门阵。八年抗战很苦的。嘛玩意儿？龙门阵？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哎，这是严胖子的小老婆。这娘们啊，哎，这女的，人送外号大洋马。大洋马，这外号挺有意思啊。这娘们可凶了，胜利之前，她仗势欺人，霸占过我们的公馆。这个聪啊，又不懂事，得罪过她。幸好啊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否则的话，他会把罗聪抓到日本去当华工。这大洋马，那个胖子就这么厉害？伪警察局局长嘛。警察局长，哎，他抓过反日的校长，抓过华工，手里啊有几十条人命啊。啊。报告长官，车到了。
您呢？怎么不穿那三招警服了？哦，我操，李爷，嘛年代，所有的租界地都让政府收回去了，我还穿那干嘛？我现在升迁了，我现在是法警警长啊！嘿嘿，瞧你们那人五人六的德行。铁力啊，法院的工作都熟悉了吗？正在熟悉，正在熟悉。人这一辈子总要换几项工作的，你比如说我吧，原来跟着老长官干过粮食部、内政部、财政部，啊，后来又到了这个司法行政部，这不现在又调我来当首席检察官吗？人就得锻炼，百炼成钢嘛。哎。停一下！今儿日本人包货是第一场，都已经接送了，我们才是接收大位。哎，你哪部分的啊？说题了，哎，我马的老子看看把年。乱，太乱，走吧。这儿乱，码头仓库比这儿还乱呢。啊，不说这些了，协力啊。今天我要见的这个大律师在日伪机关里边有很多朋友是吗？哦，您说这米大律师啊，哎呦，天津这三教九流他都熟啊，就是一个地头蛇。好啊。四条。糊了，这叫截胡。谢谢您啊，首席检察官。哎呀，长官，您别笑，您看看，清一色一条龙。哎呀，这回我们可输惨了。什么你？别废话，给钱。哎，我说长官呢，您为什么总喂裴小姐好吃的呀？我喂您，你有那牌吗？不是，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协定啊？啊？首席检察官。不为娇娇小姐为谁？哦，一夜夫妻百人吗？我说米德律师，你们当律师的嘴都这么厉害啊？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刚才你说那回力球场这事儿还没说完呢。啊，回力球场那犹太人，跟日本海军司令部有个秘密交易。什么交易啊？半年前。日本海军把大批的物资转到了回力球场的库房进行倒卖，什么黄铜啊、紫铜啊、大米、盐，他什么都折腾。直到现在，他那库房里至少还得有几十吨的小麦，还有1000大包的圆棉。就说这圆棉吧，按每包20只棉纱来计算，那一大包。就是价值10两黄金，你说这1000大包该是多少？娇娇，掷骰子。你是怎么知道这消息的？不瞒你说，哼，那犹太人跟我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。当年要不是我帮他打那2场官司，他早就破产了。哟，米的律师。看看李爷，看人家大律师能力大了，他是吃完原告吃被告，家里那钱趁孩子去了，就连小宣统的妃子跟他闹离婚都请了人家。这事还有谁知道？这么说吧，除了这犹太人，还有日本海军司令知道这件事儿的，在天津卫可能就是本人了。那犹太人就没跟别人说过？那是，我们是莫逆之交。哎，你还别说，前几天市党部的一个朋友也向我打听这事儿。什么？也不知道市党部的朋友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非说我知道这事儿的底细。
我那怎么可能呢？我就是个小老百姓。那日本海军军部的事儿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哎，你出牌。可以开始了。卡蒂，好嘞，我去跟。好嘞，姐。报告特派员，升金营部分升金5,746,8,700公分，折合本位币23,4966,6540元2角8分，纯银1,531,4334公分，折合本位币13,3687,8880元。好了，你翻译得很好。你叫他先报告一下伪联券的情况。谢谢您的夸奖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こちら、我来管理这个，我来管，尊重不了解。伪联券库存2,938,8299元。说下去。是外币存款部分日币22,358亿元，折合本位币22,7845万。谢烈啊，哎，你来一下。事不宜迟，今晚就抄他。可是抄了之后，那么多东西放哪儿啊？放在丽华仓库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地方人多眼杂，不保险。打电话给祖英。报告特派员，您的电话。等下再接。是齐秘书打来的，他说有特别要紧的事找您，10万火急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，麻烦两位在外面等一下。请跟我来。喂，谢丽呀，你不要再给我添麻烦了好不好？哪家银行的仓库都不能放这批货，要不放在那个日本的那个朝鲜银行仓库？哎呀，你对这事怎么这么犯怵啊？不是，那朝鲜银行不是正好是你接收吗？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外边的形势多热闹啊，什么市长部、三青团、中统、军统，还有什么特别通讯站，不都在接收房子、汽车还有物资什么的吗？你说他们接收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？不是都想倒手赚上一大票吗？哎呦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这么不食烟烟火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呀？这够了，协力。喂，祖英啊。啊，长官，好，好，我明白，好，好的，好，再见。李记要走桃花运了，别瞎说了，让他相好的知道了怎么办？你们两个干嘛呢？打球了？李记你不过来，这郭长官总出错牌，你看。
外面怎么了？看得那么入迷？对面学校的学生打球呢。哦，喜欢看球？我儿子也喜欢看球。八筒。哎呀，真气死人了。三筒，南风，看我的啊！我来，亮牌啊！快亮牌啊！糊了啊！自摸门清，十三不靠。哎呀，这牌可大了！你说你们这夫妻天什么钱都赚呢？哪那么多废话？给钱，给钱，给钱！来，给钱，给钱！来，给钱，给钱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来来！很不好的，我们是朋友间的友谊赛。既然是友谊赛，你们干嘛还动小手？动小手？什么叫动小手？你不知道什么叫动小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谢良，哎，来，我问你，他的眼镜呢？眼镜？眼镜？哎，你们那个叫布朗的故意犯规，把他的眼镜打掉了，还。你说这算不算恶劣 啊东小秀是这个意思，恶劣恶劣。可是郭占奎，不管怎么说你都不应该放枪的。就是啊，你看看你们刚刚，要不是我放枪，今天肯定出大事儿。你们没看到球员带观众都急红眼了？郭同学，我们这场是友谊赛，我们比的是体育精神，不是运动能力。你今天放那枪等于我们已经输了。就是啊。好，你们说的都对，狗咬吕洞宾不适合游戏。哎，干嘛？令特牌的，我知道你有带。什么牌？大哥，说起来你今天真是太棒了，进了18个球是吧？你错了，还有2罚2中呢。对对对，2罚2中，厉害。大家好啊。哎，季先生好。季先生好。大家好。你就是李季？是。小伙子球打得真漂亮，转学来我们学校吧，我们校队就缺你这样的前锋。谢谢夸奖。若斌同学，哎，记得星期天到我家里来练练声。谢谢先生。哇，若斌，季先生要你去他家练声，你运气太好了。季先生在音乐界非常有名，他组织了一个红中合唱团，每个礼拜六。嘘，看那边。饺子、面条什么都有，来来，里面请。你还没有被遣送回国啊？
和岁月长，无奈何人过往，无奈何天捉弄，历尽人世沧桑，相顾梦烟远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不管有多遥远，你是否能听见？我一直在身边，往日情景浮现，仿佛回到从前，笑着泪洒心间，像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像时光倒转，回忆重演，再续前缘。多像时光倒转。